尝一尝。你们吃过芦荟吗？库拉索芦荟。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芦荟种植庄园，我们来尝一尝哈，芦荟什么样的一个味道。从根部划一个小口，顺着一个方向拧下来一个大叶片，把这个白头切掉。哇塞，看果肉肥美多汁，我们就来吃这个芦荟的果肉，削掉两边的这个边刺。大黄素在往外流啊，这个大黄素吃起来是比较苦的，剥掉这个外皮。哇塞，胶质很粘啊。脆脆的，黏黏的，它也不苦，汁水特别多，特别解渴，胶质很粘稠，拉丝儿。